所以，你去找老徐了，是吗？嗯，我没有跟踪你，是你弟跟我说的。切，哎，这臭小子！老徐真的要裁员吗？是啊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选择留在培训部，至少可以颐养天年，是吧？ 我的团队都没了，手脚都被人砍掉了，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可以保住手脚，保住团队。哼哼，拿什么保啊？电饭煲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可以解决。这什么态度？我可以让这东西转起来，我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。你是万能的吗？可以搞定一切。 可以这么说吧，我是王子。哼，那你要这边喊说话。他已经说完了。他说让你别担心，相信你身边这个男人，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。Yes， 你要提前做好准备，我们得要先斩后奏。 把灯关了吧。Sorry， 为了给大爷红包，我还加他微信了。以后我们可以常来玩。